我性格孤僻，不喜欢被任何人打扰。如果有另一只骏马靠近，我会抬起我的大肚子，赶走入侵者。你可别吹牛逼了吧？你这叫社恐？你信不信我今天就给你点颜色瞧瞧？你以为我是洋葱、韭菜、大蒜他们吗？我还会怕你？我可是番茄。我不是针对你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农作物都是垃圾，我危害的是几乎所有农作物。小鸡马，那你就放马过来，你过来啊。你不是叫我给你点颜色瞧瞧吗？看我先在你身上拉泡屎，瞧见没，你变黑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黑点症状。你等个两三天，这些伤口变成银白色。哎，我怎么失去光合作用能力了？糟了，我这伤口流失了好多水分，居然病菌也可以入侵了。就问你怕不怕，我还能传播病毒病。